2015年是我哋 iSchool TV 诞生嘅一年。喺2015年嘅4月30日，我哋随住学校嘅84周年校庆正式成立。成立嘅目的就系希望可以建立一个俾学生学习同埋发挥嘅资讯平台。成立至今，原来不知不觉已经过咗246日啦。喺200几日入边，我哋做咗好多大大小小唔同嘅片段。去到而家2016年啦，我哋 iSchool TV 想同大家讲嘅就只有多谢、多谢同埋多谢。多谢有个一直支持我哋嘅你，因为冇你哋，亦都唔会有今日嘅我哋。多谢有个而家喺荧幕前面嘅你，因为就系你令到我哋有更加大嘅动力营运落去。2015年，多谢你哋。新嘅一年开始啦，我哋 iSchool TV 一于带大家冲出呢个校园。我哋就去美国太空总署进行实地拍摄，而我咧就会让出我嘅肖像权，而制造一个角色。算罢啦 ，Lance， 我哋就学生嚟噶，边有咁多时间啊？咁我哋咧就会用一个连续剧嘅形式，将我哋平时学校所发生过嘅生活趣事啊，咁样嗰啲就拍出嚟咯。哇！你讲到咁好，咁我又做翻啲嘢啦，咁我就访问啲学生嘅生活资讯啦。咁我哋仲等乜嘢啦？开始啦！